need to find Kitty's face. 珠江台太阳岛彩虹暑期系列活动，最具挑战的知识风暴，很有听头的历史老人特辑，还有小乐评古新手，故事王大斗法，读书之文，资历红彤彤。记住，每一个夏天是珠江经济台从你的夏天。马自乐，哎，你们好。嗯嗯，是这边。嗯，快点转过来。这马自乐，你叫马自乐吗？是，
23岁，身高，180。嗯，我想，那上面写的差不多吧。我本来没打算穿这衣服，这是他们让我穿的。他们说，哦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们并不在乎你穿什么。你到这儿来，首先是为了艺术，同时也是为了你自己。一个搞艺术的人，应该时时刻刻给人一种美感。你在工厂工作吗？嗯。谈谈你的艺术经历吧。我参加过市中学生合唱团，现在是厂工会文艺演出队的主要演员。嗯。我报考过星海音乐学院，不过没考上。啊，对了，我还给电视台拍广告呢。广告？我不会骗你们的。电视台每天晚上都要播我那条广告呢。那好，你就表演那段广告吧。什么？表演广告啊？老师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还让我表演点别的吧？我能唱歌，能跳舞，我表演什么都可以。老师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听我的，现在开始。这。精装魅力牙膏，那你不要这个，这是干什么？报纸，他们要做广告，这些都是我的想办法呀。怎么回事？让他们看看你的真本事，跳个霹雳舞，我给你伴舞。哎，拿着。哎，我这是哪来的？都给我出去！你们出去！我们正在工作，听见没有？出去！正在工作，请你们出去！出去！请你们出去！请吧，请吧，退吧，请吧。瞧你这些伙伴，你连绝活简直是不像话！你也出去！哎，你跳啊！阿乐，阿乐，记得。开始吧，还做广告啊？我说开始。嘿，精装魅力牙膏，国际香型，四大名牌，留香持久啊，防止牙结石，强力去口臭，防止牙结石，强力去口臭。嘿，停！防止牙结石，强力去口臭。我说停！防止牙结石，强力去口。哎呦！腰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呦，我说你这是我鞋跟掉了，鞋跟，哎呦，鞋跟怎么掉了？哎，轻点，哎呦，疼，慢点，慢点，快起来吧。哎呦，啊，鞋跟掉了，所以你就矮了半截儿，还1.8米呢，胡闹！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弄虚作假的人，知道吗？嗯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？什么？我最讨厌这个目中无人、自以为是的家伙！你敢骂我？什么东西作假？我不是那种人！这是干什么？是先骂我的！你把鞋放下好不好？啊！你别装的正经八百，你让我看出来！哎呀！你打我进这个门，你就看我不顺眼！我能唱能跳干什么不行？你非让我表演牙膏广告！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拿着，走就走！你以为我还会待在这儿让人耍？哎，千万不要走！别让他跑了！快，抓住他！这小放狗咬人命！他怎么能这样？阿乐明明不跳高，他不让人跳。小放狗，捉住你！不是，我怀疑他动不动真不是东西。刘一次，别傻了。该骂的是我，我怎么一见那考官就傻了眼儿？上了几次厕所不说，还跳了什么半天牙膏舞？不仅没考上，还砸了人家一块镜子。你们也再也不会崇拜我了。阿乐，别难过了，都是我不好。买那双鞋，我当时一犹豫就买了那双便宜的，我也不知道那鞋跟那么快就掉了。我回去一定要骂骂那个老板的。我那个西装也太长了。阿乐，真对不起，我一直认为你很伟大，
不该是1.65米，就给你添了1.8米，让你出丑了。真对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要不是你们，我还在等人家罚款呢。别说话，你们看看，那是哪儿？这哪儿？走，看看。慢点啊。哎，跟我来。慢点，慢点。小心点啊，别摔着。哎，你快看看，快看看，亮闪闪的。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。你们看看，那里是什么？什么时候，这里要是挂上我的照片就好了。
牵挂，唱着歌儿走进天涯，然后再回头。找谁？怎么，你不认识他？笑话，不就是佟丹吗？佟丹歌唱得不错，人也长得漂亮，可是你对他不感兴趣是吗？他长得是漂亮，至于唱歌吗？我看他唱的还不如以前，而且啊，越听越没味儿。嗯，说得对极了，旁观者清。我也觉得佟丹的唱歌没有什么长进，他似乎有点山穷水尽了啊！别看许多人把他捧上天，什么歌坛皇后，我看那是言过其实，不是吹牛。想当皇后的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能给他提八条建议呢。我就喜欢说话坦率的人，看来佟丹要找你好好请教请教。比如说，他唱歌的时候啊，更偏向于模仿，别人怎么唱他就怎么唱，一点都走不了。佟丹，他找我，行啊，反正我还欠他们团一块玻璃镜子呢。我真是不行，平常说什么都可以，可一通真格的就傻了眼儿。今天考试啊，算把人家彻底给得罪了。我从这里出去啊，也就壮士一去不复返了。不过说心里话，我真希望有一次机会，哪怕半次也好啊。好了好了，别着急，谢谢大家。佟丹，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下飞机。我等你半天了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朋友们，再见了啊。好，回家。
我可没想惹他生气啊。阿梅阿海他们要是知道我把童丹给得罪了，那非把我杀了不可。童丹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任性了。也难怪，我们家八兄妹就她一个姑娘，她的脾气是从小给宠坏的。什么七男一女啊？我早知道她是给你们宠坏的刁蛮公主。说什么？我说话也得注意一点。哎，想进入歌舞团吗？那还用问？做梦都在想，我唱的又不比别人差。我看也是，机遇加本事就是成功。哎，你缺少的是机遇，对吗？不错，我就是运气不好。阿乐，我想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。谁？我八妹啊，童丹。你听我说，童丹在歌坛上不是默默无闻的歌手，如果他向团里推荐你，我想他们会给你大显身手的机会的。啊，你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。阿乐，我打心里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在歌坛上大显身手，我也希望童丹唱得比以前更出色。你们俩互相帮助，交个朋友怎么样？我和他交朋友？哎，一回生二回熟嘛，找个时间你们谈一谈啊。好吧。好嘞。童丹小姐，真没想到我会在这儿见到你。我天天都在这儿跑步，从来没有看见过你。是啊，我也没见你在这儿跑过步。哎，可今天不是见了吗？还等等我，要不是我爱锻炼，还真找不着你这位大歌星呢。什么？你是专门来找我的？不不，是巧遇。要想身体好，就得天天跑嘛。想跑就跑，别跟在我后头。一个人跑挺闷的，最好啊，哎，有个伴儿。别挡道，我就喜欢一个人跑。你穿运动服真棒，健美极了。你跑步的姿势真优美，就像动物园的梅花鹿。什么？我像动物园的梅花鹿？你像什么？你像动物园的大笨熊？无聊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，我只不过想跟你交个朋友。交个朋友？真是莫名其妙。这是老四说的。他说一回生二回熟，所以我就……所以你就来夸我像梅花鹿？老四哥哥怎么说我不管，交朋友是我的事儿。哎，你还让不让我跑了？你不是跑得好好的吗？你再跟着我，我就喊人了啊！好好的，你喊人干什么？你等着，老五、老二、老七，你们快来呀！你怎么真的喊人了？你害怕了吧？我没干什么坏事，我怕什么？哎，走，过来看看。哎，八妹，真讨厌！怎么回事？你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人吧。怎么了他？老跟着我，甩也甩不掉。是吗？走，走。哎，站着点！哎，走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耍流氓！我不是小流氓，我是好人。走，我是来跑步的。不，你跑出去了你。啊，走。我不是小流氓，我是好人，我是来跑步的。好人，好个屁！你好人，有你这样的吗？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小子谁呀？我是马斯勒。马斯勒？我是老四的朋友，老五，我不会骗你的。不信啊？不信你问童丹。喏，少跟我们套近乎。我不是老五，他才是老五呢。我们没你这样的朋友。不管你是谁，总之。你惹我八妹生气了，哼！我警告你，不然别怪咱们兄弟不客气。就是，咱们走，走。停！阿乐，你怎么来了？想见见你这个冠军吗？过几天我去北京参加国际邀请赛，你看我玩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怎么说话没神气啊？没什么，我昨天跑步去了，见到童丹了，谈的还可以啊。别提了，他好像不喜欢跟我说话。你那三个兄弟啊，也够野蛮的，他们把我当成小流氓，还差点动了拳头。有这回事？回去以后我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几个小子，对我的朋友可得放尊重一点。不，这件事啊就到此为止了。我不想跟童丹交什么朋友了，我觉着我们没有什么缘分。哎呀，什么缘分不缘分的，你们之间呢？
缺少一些了解罢了，是吗？可我没法让他了解啊。哎，后天是童丹23岁生日，我为他开个生日晚会，你也来参加，怎么样？我也是这个月生日啊，到18号，我也满23岁了。这么说，你和我八妹是同年同月出生的，我八妹比你还大7天呢。没说的，一定要来，在家里，我说话算，怎么样？我还是不去的好。哎，来，来，接着。哎，这，看见啊？哎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起来。我可不会玩这个，给你。可唱歌跳舞你是天才，明白吗？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！嗯，我去训练了。哎，记住，明天可一定要来。童丹最喜欢的是布娃娃。好的，啊，对。
常把阳光等候，多少次期待着水果店里的成熟，长大的时候常把梦境挽留，听不懂自己心跳的节奏是什么感受。我们一起走，拍着你的手，找一个美丽的借口，很美丽的借口，让自己永远不相信忧愁。我们一起走，是什么感受？我们一起走，我们都空着手，找一个可爱的理由，很可爱的理由，给自己留下一点点温柔，给自己留下一点温柔。啊，你可真是会自得其乐啊！啊，你可真让我失望。难道你就不想露两手，给他们看看？我，我要为你们大家唱首歌，我要给你们唱。我这首歌是唱给你们俩听的。你不能让我不说话，我已离开过去的家，不管你会。你不能让我不潇洒，我已离开过去的家，不管你会怎样看我。你不能让我不说话，你们说我唱的怎么样？我不但会唱，我还能跳呢，我要跳给你们看看，你们看，嘿，哒哒哒哒滴哒哒，嘿，哈，我要跳给你们看，滴哒哒哒哩，滴哒哒哒滴，我唱，我跳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我要跳给你们看，嗨，我就是要跳给你们看看，我给你们玩的别怎么样 ，disco， 哈哈，小儿科你们看不上，我给你们玩的别的霹雳舞，嘿嘿，哒哒滴哒哒哒，我要跳给你们看，唱给你们听，哈，你们说我唱的怎么样啊？我跳的又怎么样？老师，我难道只会砸玻璃吗？说呀，我唱怎么样？我跳怎么样？你疯了你！你唱疯了你！怎么样啊？你们说，你们说，你们。别生气了啊！别生气了，开酒会吗？哪有不喝醉的？砸了点东西算了什么？你这倒想得开，没人吭声，其实没人闹，这都是四哥的错，就糟了。什么呀，好的不请，请来个属猴的。啊，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啊！我看这小子存心捣蛋，就是班门弄斧也不找个地方，他砸了自己的马脚。哎，得了得了，我说你们瞎扯什么？你们又不了解这马自乐，对不对？别吵了，这。什么了解不了解的？今天的晚会都把他给弄砸了。哎呀，人马自乐人不错，你们不了解人家。什么不了解？四个五个六个七个。
子似的欺负我。丹丹，哎呀，哎哎，八妹，你走，八妹，别要吵。自意大利的动感 ，Diodora。精装魅力牙膏，国际香型，四大名牌，留香持久，防止牙结石，强力去口臭，防止牙结石，强力去口臭。四哥，嗯，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拿冠军，有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因为每次都是我送你上飞机啊，这次也不例外，你肯定会成功的。那可不一定啊，这次比赛可是强手如林呐、啊。再说，世界每天都在变化，山外青山，楼外楼。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我知道，你这是在说我呢。知道就好，我就不喜欢你成为一个自高自大、盛情凌人的家伙。偏见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你不应该那样对待马子乐。哎，你又提他干什么？他才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呢。我觉得他不像你说的那种人。你们两个能不能找时间再好好谈一谈啊？怎么样？算了算了，我不想去找他。我敢肯定，他也不会再来找我了。真让我失望。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谢谢。现在我们等评委亮分。9:00分，9:85分，8:50分。来了来了，好吃的来了！哎，接着，我也来。来说，我来。好快点！别争，都有份，都有份。别争了。这位参赛的歌手是大家熟悉的红丹小姐，她演唱的歌曲是《山情》。的山，长长的水，我不知那天气，心中总想和你在一起。昨天的风，明天的雨，我不知那年纪，童年往事总是连着你。风在吹，雨在飞。吃那么多呀！哎，我高兴。看你们拿多少分？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：9:25分，真难听。9:25分，你看那个人，10分。不就那天我们跳舞的评判，坏蛋。十大歌星总决赛第10名的获得者是红丹小姐。哦，大家为她鼓掌。我搞错。第9名的获得者是李琦先生。第8名的获得者是高亮亮小姐，第7名的获得者是摆那儿啊。
第六次获得者是许兰芽小姐，那也不行，能哭了。顾露小姐，第四次获得者是没戏儿，回家了，还不如你唱的好呢。陈先伟先生，走吧，走。第三次获得者是，快快点写词来了。第二次获得者是，哭了。他一定哭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怎么是你？你找谁？谁呀？我找佟丹。哎呀，我们也在等他呀。嗯，怎么，他没有回家？可不，还没回来，都快一点钟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问鲁夫子去。哎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一散场我就找他，没见人，我就赶到这儿来了。八妹，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刺激。我就担心他会。妈，你别难过，你注意身体。那你们一个人坐在家里还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找？是，是的，去找。可上哪儿去找啊？你嚷什么呀？去找？上哪儿去找啊？这是你这说的挺轻巧。哪儿？这儿？那儿？这，你们仔细想想，他平常喜欢去什么地方？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。他喜欢一个人到江边去散步。我想起来了，他不高兴的时候喜欢到湖边去静坐。对了，没错没错，上回我跟他吵架，他一个人跑到游泳池去了，连衣服都没脱，扑通一声就跳下去了。听我说，伯母，你们几个在家守电话，千万要稳住。哎，我上公园去，你们几个分头去找。佟丹，佟丹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一个人坐在湖边想干什么？我喜欢你管不着，站住！你别管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再过来一步，我就从这跳下去！哎，听你的，我不过去，你也别往下跳，我们就这么谈谈。我跟你没谈的，看我唱砸了，这回你高兴了吧？可以放声大笑了吧？没有，看现场直播，我一点都没笑，我难受极了。现在只要你离开这儿，我就觉得一切都好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爱他的人在哪？你管不着，你给我走远点。你这个任性的家伙，越说你倒越来劲儿来，想死还不容易？有胆量，你别贬低就跳下去。什么？你让我去死啊？用不着我叫，你早就站在岸边胡思乱想了。怎么又害怕了？跳啊！就当你妈只生了七个，没养这第八个。你好狠心。我们家可就我一个女儿，就你一个娇小姐，一个疯女儿，一个没出息的家伙。我要是你爹，不揍你一顿才怪呢。哭，眼泪不值钱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十大歌星吗？唱砸了就不想做人？你这个死要脸的，对，就是个哄不得、骂不得、死要脸的娇小姐。嘿，嘿。笑什么？笑，笑还没喝过水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说，要是我真的跳下去了，你这个旱鸭子敢下去救我吗？你没听人说，人气疯了，他就会不顾一切，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我不明白，你干嘛为我急疯啊？我和你有没有任何关系？你别忘了，老四是我的朋友。你是老四的妹妹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真是傻的可爱啊！什么？我傻的可爱？
那你傻得可气，深更半夜风大雨大的，你死也得挑好时辰让我跟你一起受罪。谁说我要死了？我只不过想找个地方一个人清清静静的待着。清静？你一个人倒清静，让我们大家跟你一起担惊受怕，这算什么？好好好，就算我傻得可气，行了吧。我说好端端的我们干嘛又吵起来了？是啊，好端端的我们干嘛又吵起来了？对不起，我的确有点任性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场砸了谁都会难过的。不过你想想，不就是走路栽个跟头吗？一两回挫折算什么？我这辈子吃的苦头啊可比你多得多。我就不相信啊，我这辈子就这么没出息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好像有点冷。我也是。哎，好像要下雨了，我们待着干嘛？我们跑吧。那你等等我，我的两只鞋都没了。我的两只也没了。那你回来帮我找找去啊。我可不会游泳，要找啊你就再跳到湖里把我那两双也找回来吧。哼，你等等我，你这没良心的，我把你救上来多谢都不说一声啊。到了，我们家就在前面巷子里。嗯，哎，别忘了回家让你妈给你吃点感冒灵。哎，好嘞，再见啊。看不出你这个男朋友还挺不错，就是人矮一点点。行了行了，你不说我也不会叫你哑巴。哇，你这个人还挺厉害的哦。
童丹，你可回来了。哎，童丹，永远也忘不了你给我打的那个十分。十分？啊，童丹，我这是为了你好啊，你应该理解我嘛，童丹。请问马自乐住在哪啊？就在那儿。哦，谢谢你。你就住在这个阁楼上啊？可不就住在这儿吗？就你一个人啊？嗯，可不就我一个人？啊去！你感冒了？好像有点。我一个人挺好的，我有工作，钱不多也够花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瞧，这就是我的天地，我想唱就唱，想跳就跳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谁都会有不快乐的时候。哎，哦，听老四说，你和我是同年同月出生的，我还比你大一个星期呢。不错，后天是我的生日。你也开生日晚会，像我一样。哼，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开过生日晚会呢，也没切过蛋糕，吹过蜡烛。这么说，我比你幸运多了。当然，你有妈妈，七个哥哥就你一个妹妹，还是最小的。我是最小的，当然也就是最大的了。我从小无忧无虑的。家里所有的人都宠着我，我没有受过什么挫折，什么事儿都顺顺利利的，心想事成。这是好事啊，我还巴不得呢。就是好过头了，我才变得这么任性，这么自高自大，盛气凌人。其实，我不过是个哄不得、骂不得的娇小姐，还死要脸。你何必用我的话来骂你自己呢？有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多朋友都不像从前那么对我了。别看我平时挺得意的，我也非常孤独、寂寞。
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现在才觉得，你其实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。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。这么大的蛋糕啊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你。你吃完蛋糕啊，好运气就属于你了。我没想到你和我过生日。你别忘了，你是老四的朋友，我是老四的妹妹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跟老四对我这么好，其实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。不，应该说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为我唱的那首歌，我现在才知道我和你的差别。你唱歌是用心在唱，而我是在学。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星的。老四说的没错，你是块好料。从今天起，你开始走运了。你会成为一颗真。
父子在一个团里共事多年，何必伤和气呢？啊，好了，不提刚才的事儿了。不过我真不明白，像你这么一个红歌星，怎么会和他这是不是层次低了点儿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开始我还不太相信，可是后来他叫你什么八妹。夫子，过去我只认为你在艺术上非常严格，我现在我才发现你对人相当苛刻。你听我，原来你说来说去说到这上头去。哎，童丹，你玩的也不是什么纯艺术吗？统统给我出来玩艺术！瞧你这副呆相，想什么呢？昨天呢，你可把鲁夫子气得够呛，等你走了以后，冲着我们大伙发了好一阵脾气呢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小军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那得看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了。当然是好事儿。不过，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。稍微等一下啊。夫子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啊，不对，我听不见。喂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决定参加演出了。那天的事儿，我很抱歉。什么？我是说那天的事儿，我很抱歉呐。哎，算了，别提了。不过我有两个要求，这次我不在最后场，你得把我往前排。第二嘛，我要唱一首新歌，节目单也得改。啊，这好说。你爱唱什么就唱什么。童丹，我马上安排乐队和你合啊。OK， 就这么说定了。啊，等一等，童丹，你看我们俩合作的不是挺好的吗？哦，我还有一个建议，让我们一起去吃饭啊。你猜对了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刚刚我已经答应别人的邀请了。谁？是谁？你应该知道的。哎，妈，这边来。啊，咱们这边。妈，你坐。哎，你们两个上去，到上面去。哎，爹了，这边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前面咱们前面坐去。如果我真大爷答应给你开刀，那么一上台啊，
我负责救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跳脚。等我救看看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要是砸了，连我也要跟着倒霉。靠你，连辞职报告信都写好。说良心话，哎，你好，长那么大，我还是头一次干那样的事，挺对不住夫子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别乱动，一切听我安排。事到如今，我不听你的，还听谁的？就你慌里慌张的样子，真叫人不安。我是怕碰见你们团那位班长。哎呀，我可来了！糟糕！哦啊！我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！我往哪藏？我快！哎，找底下，底下，底下！对对对，这，给你衣服，你可千万别说，别动啊！你认我？后边的啊！啊！后边的准备好了，别误场啊！你瞪着我干什么？我爱瞪谁就瞪谁，谁让你这时候过来的？你有什么毛病？这莫名其妙。跟你说啊，待会上场你可千万别紧张，一紧张就什么都完了，好好的嗓子也会哑。可是莫名其妙的把发唱成骚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，不瞒你说，真想哭，歌也没唱好，下来后还直后悔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当着周围没人，当众孤独一会儿。哎，可千万别忘了，我还在你身边呢。对了对了，拿话筒也得注意，不要太近，也不要太远，近了声音就要破了。嗯，哎，嗯，还有，舞蹈的姿势也要注意，你唱的时候啊，你就。完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，多希望有人能帮助我指点我。你比我幸运，你会成功的。哎哎哎！我说你们还磨蹭什么呢？鲁夫子来了！哎呀！哎，乐队乐队，快点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！快点啊！这怎么办？哎呀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！对对对，把这个带上。哎，这个怎么能带？快点！不行，是的，你不能带这个，求求你了！这像什么？这怎么能带啊？你别带！这不错，哎，不错不错。谁的？啊，挺好挺好。这句话啊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还有事。哎，你给你，好好好。哎哎，父子。啊。你把这个给我别上吧。啊啊，好的。啊，这边，它老掉。哎，夫子，哎，昨天我上你们家，你怎么不在呀？谁说的？我一步也没有离开。啊啊啊！还有这个，这边。啊啊！哎呦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！反正你妈说你出去了吗？我妈？我妈她病了，一直在住院呢。啊？啊哈！哦，那大概是你奶奶吧？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啊，咱们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啊。哎呦，肚子疼！那你上医院吧。啊，是这样。怎么办？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神经病啊！啊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来了。哎呦，我脚疼。站住！哼，别以为你改头换面，我就认不出你马自乐了。这玩笑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我现在没有时间听你给我解释。为了今天的演唱会，我不能让你们这么胡来。马自乐，你马上给我离开这儿！夫子，我求求你，帮帮阿乐吧！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他的确是个天才啊。嗯，天才，哼，好一个天才，搞阴谋的天才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
这是欺骗，懂吗？是欺骗，这是拿几千观众在开玩笑，你们懂吗？这是我们与阿乐无关。有关，马斯勒，如果你要影响我们演出的话，我可要叫警察了。你不理解他，他需要有一个机会。我发誓，观众会喜欢他的。我求求你了。喜欢他？嘿，喜欢一个表演广告的小丑？佟丹，别求他了，也太没意思了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他无非想借你上台出名罢了。你别把人想得太坏。我可以不上台，可你不许侮辱人。别逗了，想蒙我呀？这号人我见多了，你敢把你真正的动机说出来吗？你讲啊，讲啊，不敢吧？嘿嘿，我没什么动机，也没什么目的，我只是天生喜欢唱歌。只有在唱歌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轻松些，舒服些。人家喜欢听我唱，我愿意为别人唱，这就够了，足够了。哈，哎呀，像你这种人，永远不会明白人为什么唱歌。你以为人都是为了出名赚钱？错了，至少我不是。你阿乐，我现在才知道你的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。放肆！你敢教训我？给我上课呀！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给我滚！用不着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。我用你来教训我。你以为只有你才会搞艺术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们是搞艺术的，不让你这样的人来。你滚！别吵了，行了。你这样我觉得恶心。你带上。佟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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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呀，不能为了这个混小子，你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，还有你的前途。你要仔细的想一想啊。前途，前途，好像我的前途是你给的。你听着，阿乐要什么参加演出，我也绝不演。佟丹，佟丹。下面，将由大家熟悉的著名歌手佟丹小姐为大家演唱，她演唱的歌曲是《生命》。佟丹，你等。阿乐，阿乐，你等等我。这样会毁了自己的。你等等我。佟丹，头脑阿乐热，你的前途还要不要了？佟丹，佟丹，你听见没有，阿乐？佟丹，别那么任性了，佟丹，你滚开，阿乐。好，佟丹，你听我说，你可以恨我，骂我是混蛋，无论你怎么说我都可以。可是你不能拒绝演出，不能这样对待热爱你的观众啊。你的前途的确不是我给的，是观众给的，你应该对他们负责吧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他们正在等着你，呼唤着你的名字。佟丹，你姓鲁的，他妈的！伤痕。
狂野的风雨，今天的热血一样。这年轻的生命，不要这样看我，不要太多距离，生命的风在叫，生命的火在跳，想活的时代活的潇洒，就别随意伤害你自己，不要说服自己，生命的风在叫，生命的火在跳，想活得痛快活得明白，就别轻易冷落你自己呀，不要太多顾忌，生命的风在叫，生命的火在跳，想活得痛快活得明白，就别轻易冷落你自己，生命权利，生命的权利。我们成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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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成功了。